我还是那个时候做另外一个行业，有一天我看见很多年轻人在电视台门口排队，原来就是说是无线电视台的开这个训练班第三期，然后他们又叫我去面试，哪一年的大概是有3600人去报名，最后他们选中的36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给人家选中，糊里糊涂的入这个行业。同班同学都有赵润华，另外一个是吴孟达，另外的大导演啊林敏东。我们那个时候36个人好像分开6个组，我跟周润发是第3组，吴孟达的那个年代他已经很成熟，基本上年纪他比我小，但是他已经知道他来训练班是做什么，我跟周润发就是傻瓜傻瓜不知道是干什么的，每一天晚上来上课、吃东西玩玩又一天。吴孟达不是，他一定知道做戏吗，一定做男主角，他一定跟老师比较关系拿得很好，将来有什么好东西派给他，都是有这个准备，但是这个是应该的。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，谁能预计后果，谁没有一些。香港的 TVB 的无线，过去另外香港的第三间的电视台的时候，就带我过去那个人呢，他说不如你出来拍电影，然后他把我带出来去另外一间电影的公司，这电影的公司他给我开了一部戏，一部大戏，这部我一生人第一部电影，第二部电影了，情节他要我不穿鞋子在雪里边跑，他拍我这个镜头就是说我睡觉没有穿衣服，穿着裤子睡醒了。阿南，谢谢你对我的关心，我不是不想跟你解释，不过据我所知道的，只是这件事牵连很大，我不想连累你，我希望你替我保管那些文件，我到香港以后会尽快跟你联络的。阿斌，就去跑跑跑跑跑去追他，你要呢在外面还没有衣服啊，说要我从家里看看看看看天，然后就云下来在学校睡，拍完以后回来，日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如果没有穿鞋子在外边雪地跑5分钟，你的脚没了，不要了。我说，哈哈哈哈，但是他出来漂亮吗？男主角他嚼了2个，一个三浦，另外一个是中村雅俊。对了，他们2个都不要钱。然后我是第3个，不如就整个男主角就你去吧。能说是捡来的吗？你说你的感觉就是你回来了，我的感觉就是天掉下来。问一问自己，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做一个演员，或是站在镜头前面啊哈哈哈，就是个演员，做演员可能就是你一生一世的一个行业，如果你花5年3年不好了又转过去的时候，人家你没有那么多的5年3年，真的不是演员，真的不要花时间进去了，这个不是好玩的工作，开工的时候就是演员，不开工的对着朋友也是演员，演员不是做假，所以说做一个演员24小时演好自己的身份不容易的，一个好的导演开工他不吃饭，他不管你们全部有没有吃饭，他就是开工开工开工不睡觉，拍了多久？10个小时啊！你们没有吃饭吗？我没有饿啊？要放工吗？不用了，就在睡觉了吗？好。
好的导演就是这样，他有什么东西他就一定要做自己的东西，如果从这里跳过去好看，跳跳，不管那个人可不可以跳，一定要跳，我就要好看，不要想太多了，想太多不是好导演。